大家好，我们是麻辣熊猫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春熙路，要带大家去看一看名创优品。名创优品呢，在就是一直还蛮受争议的，但是就是因为它性价比很高，所以在国内还挺受年轻人欢迎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就是看名创优品100块钱可以买到哪些非常好的东西，或者说看看它的质量到底好不好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里就是名创优品，它下面好像还在排队。可能是在搞什么活动吧。现在这个名创优品呢，是找了一个在中国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明星小鲜肉代言，叫王一博，所以现在还蛮多小姑娘喜欢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10块钱，这个还可以，这才10块钱。哇哇哇！还有一些日常的用品，梳子呀什么的。王一博生日大礼包限时抢购，需要抢购的顾客请到门口排队进取号牌。然后就是说，欢迎光临名创优品，欢迎光临名创优品，欢迎光临名创优品。但这份礼物是我准备的。还有很多保养品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面膜啊，这什么日本进口泉水，谁在意这款，实际上是 made in China。 虽然是我的生日，但这份礼物我是我的。这个是不是跟日本的那个香皂的那个牌子长得很像呀？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哎，这是15块钱，这好便宜啊。给我在啊，这里是19.9块三双。欢迎光临，欢迎选购12楼10楼。这是风扇，然后上面写的是3丽欧正版授权，49.9，便宜吗？好。哇，好多人啊。给我的好朋友带的，因为他很喜欢王一博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好小，你想买这个吗？挺可爱的。那你去试一下好吧。9.9。好的。拿这个吧，我来给你拍吧。这好可爱呀。没有你可爱。是一个环保的，上面写的是中国加油，好选择。就买菜可以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也有好多吃的呀，喝的，这里好多这个。好想喝呀，桃子味。虽然是我的生日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包限时抢购，需要抢购的顾客请到门口排队领取号牌。买一个香包，觉得没啥味道呢？这个好闻呐。Long Vacation， 木村拓哉的那个电视剧叫《悠长假期》。樱花是什么？只有这个，没有你的那种啊？有啊，那个薄荷的在旁边。哎，要不然我买一个樱花，你买一个薄荷，我们试一下。我主要觉得樱花味的东西味道会比较微妙。对，就这个樱花味应该会怪怪的，但是我试一下。嗯，因为他们说樱花有多好看，樱花味的东西就有多多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假的，他写的是狮王，不晓得，感觉好像不像。日本的狮王是这个标志吗？好像不是。哇，这里还有好多 Pokemon 的小玩具，这个。好可爱呀，这个应该是正版的吧，代理授权，这个也是正版的，是代理授权的。我看一下哪儿，蓝影的吗？嗯，这是蓝影的。嗯，这个也好可爱，钢铁侠吧。还有迪士尼的手表，男孩子会比较喜欢。嗯，好酷啊这个。哇，这里好多 Pokemon。图案图册。
要买吗？来的路上了，嗯，这是有授权的吧？有，嗯，知道迪士尼的公关团队很可怕的。好的，还有很多化妆品。虽然是我的生日，但这份礼物是我准备的，你让他接受我的生日。我就说因为这种呢，这是多少钱？限量500份，欢迎光临，欢迎选购。要不然我们搞个这种的，9块9，嗯，这个感觉还很可爱。这个颜色比较多。这个吧，你觉得呢？这个，嗯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。好，我们就来一个这个了。OK， 好吧，那就来一支这个吧。这好像是明星推荐的。两个颜色吧。嗯。这多少钱一支啊？15块钱一支。先搞到一支，嗯。虽然是我的生日，但这份礼物我肯定是准备的。看，我们来了，这老些东西。回去给大家超了预算，对，已经严重超预算了。然后给大家做测评，然后看看他们的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呢？期待我们的测评吧。